Yo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炼金与巨兽。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来玩。对，没错，我好像把，应该是他前面先讲，我们继续来。哎呦，谁？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爆炸？谁欺负他？哎，莫名其妙，诡异的事情越来越多了。不然是讲说，我应该是先讲我们今天要玩什么才对。算是了，开头就开始了，我们就不要再我在讲什么？纠结那一块奇怪的语助词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机器，也有很多人在那个影片下面留言说，其实这个机器可以放上暗物质台座加时光怀表，它可以加速它的过程。那其实我自己有试过啊，不过它没有反应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是因为好像改版了，我是觉得它应该是有改版。你们看哦，假如说我把机器放这边啊，不是机器这个，然后我们把时光怀表也放上去，然后启动，对，它会没差。对，我有踹过啊，只不过就是它会没差，对，就是变成这样子，完全是没有任何讲，哎呦，什么箭矢可以射成这样，哎呦，练过哦，想用炮先弄我哦，没吃过箭矢是不是？多吃一点啊。由此可证，我应该说由此可见，我们的那个暗物质台座是没有办法加速的啊，所以就对，我们把这个给拿下来吧。嘿 ，OK， 我们要不然我们试试看别的地方如何？假如说是这边怎么样？我放这边，我想说放正中间，因为我们其实拿着就是丰收戒的时候，其实在中间有加速，对。而且如果说你想要加速它更快的话，其实就是只能够叠加你身上的这个，就是丰收戒指要叠加，其实加速是没有办法加速。我们来试试看，放中间，然后这样子，好，然后把丰收戒收起来，对，不要放在那个工具栏上。其实你会发现它的速度其实根本没有变。有啦，有一个地方其实看得出来有变，就是这个机器有变，它有加速到。那为什么我会说它有加速到吗？因为它的速度已经快到已经不会有那个了。你看哦，这是没加速，这个是有加速。你会觉得它没在做事，不是，是它有在做事，是它已经速度快到不想要不需要，就是让你知道说它有在做事。对，它其实有在工作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加速其他东西。对，就是可能这是近期的改版啦，所以就应该也不算近期，可能已经改很久了。应该说肉食动物区，然后要来抓更多村民进来。我记得，我突然其实忘记村民要怎么算，怎么样才能交配啊？因为我想让他们生小孩。其实有没有少村民啊？没有少大家都还蛮厉害的啊，晚上都会睡觉。对不起哦，他刚甩我们出去。这样，那我们来找一个地方盖一个，就是延伸区。我觉得这边其实不错，就直接从这里切。你们看我这个十字哦，这个十字开始对准，然后从这边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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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到这里，然后再过来一条，切到这，然后再右转一点点，然后再往前切，然后这样子绕一个大圈，再接回来这里。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扩大的就差不多了，还不错。那 OK， 那再来就是一个非常乏味又无趣的过程，这个过程基本上我觉得略过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突然想一想，在晚上做事不太妙，我们让时间回到早上。撒丹尼亚哈德利杰巴巴，我这样子是很太阳在哪？太阳嘞？有出现了。好，停下来。不对，给我停下来。对，好，就是这时间点，我觉得白天做事比较好啊，毕竟晚上怪物那么多，很麻烦的，真的是很麻烦。好，降低，哈。OK， 清到这，然后我是不是有很多方块是？虫虫有长大吗？还没，让它慢慢长好。我现在发现这只虫的大小跟一只猪差不多，我没办法接受现实啊！现实的虫如果这么大只，我恐怕会先吓死。对，而且杀虫剂可能要买那种特大罐才行，很恐怖。而且我现在发现，其实这个法杖真的超好用的，它完全是没有，小心，它完全是没有耐久的，所以可以一直用，完全不用像之前的钻石啊，或者是铁的法杖，铁的法杖那些真的是超级好用的，没有耐久 ，good 的啊，不是啦，不是没耐久啦，应该是因为我有修复护符的关系吧？天啊，我这段到底在讲什么？妈，真的废。眼看着太阳即将上下山。
到底在讲什么。那么大家会看到这边已经扩大约这样子，我不确定这样子够不够因为1、2、3、4、5、6现在有六个区域嘛，然后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先做了两间，大概是好像有点小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大小应该差不多吧。然后我已经决定好了那两个那个家要给谁住啊？对，等一下我还忘记放一些鸡腿肉给他们。好，太阳是不是又下山了？再回来好了，你那个太阳其实很快就消失了。OK， 放进去了。太阳现在到哪里 ？OK， 好，继续。哦哟，现在已经亮灯了，表示鸡肉也已经进去了。快点继续上升哈。停下来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我放进去的那两只龙有没有孵化成功？我看看，有棘龙蛋跟后头龙，两只都有。我记得后头龙好像是吃菜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来孵化我们的，就是忘记了啊。后头龙，我一直觉得后头龙应该是吃肉的才对，我是这样想，应该吧？对，好，隔壁就是养我们的棘龙蛋，嘿，然后 OK， 等待孵化。我记得这边如果是晚上的话，好像是蛮暗的吧？对，而且这边还没有插那个防御火把，所以其实这边还没有防护的作用在。先插一些火把好了，然后之后啊，可以再拉一些村民啊，一起这样放进来啊，这样子。我觉得我的园区可以越来越大，真的可以把它盖成一个动物和昆虫的园区的。还有，对，动物跟昆虫，还有人类，对，不是人类，是村民，对，村民。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健康长大，有温度 44， 看起来还蛮 OK 的。那隔壁呢 ？Hello， 你快乐吗？你期待来到这世界吗？跟你说哦，来到这个世界你有很多事情要担心哦，你要担心学费，担心学贷，担心你的未来，还要担心找老婆，还要买房子，还要结婚生子，然后你还要喂养你的小孩哦，非常困难哦，你还是不要出生好了，不要乱开玩笑好吧，恐龙不会有这些困扰好吗？别忘了我们还有草食系列哦，以及大海系列到底要怎么盖，我的天哪，基本上大海就全部丢大海，这样就可以了吧。不行，太坏了。不过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很聪明的方法，像是如果这边是大海的话，我们就利用防爆玻璃围一圈一圈啊，然后在下面盖成类似观赏用的道路啊，这样子有没有？这个可能会比较麻烦一些，但是我在想有没有更有效率的方法，我再来处理这一块。对，这是我的想法。还不错，在大海里面看鲨鱼，出来了。你是什么农？请说。你是吃草的，你这个叛徒。对不起，是我没做功课。那你呢？我希望你是吃肉的哦，非常好，你吃肉的，然后你还可以吃鱼 ，OK， 没关系，半个叛徒哦，完了你真的是完全的一个后，你真的是完全的一个那个叛徒的后头龙，你真的是太坏了。好啦，我们就开始孵到吃草系列的也没辙，既然它都诞生了，我们还是得要给它吃点草啊。胡萝卜应该没问题吧？多按一点，来。火力加个松快，有吗？有，蔬菜已经传进去了，那你应该会吃吧？哦，睡觉，他睡觉，脚会打开，跟我家猫一样，好可爱哦。腿开开，干什么东西？腿开开，啊你嘞？只是纯粹的一条蜥蜴而已，根本没什么。好，稍微把这里给擦一点亮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会亮，对。我们看一下迅猛龙有没有醒来好了，它有醒可是它会一直卡在玻璃里面，这我该怎么办？对啊，它好像卡在玻璃里面，但是它不会扣血，它完全是跟玻璃融为一体啦。这个我有办法抓吗？对，等一下，我没有带那个什么琥珀之心。OK， 我不知道成长到一定程度的龙恐龙系列能不能抓，因为暴那种异特龙那些已经抓不起来了啦。那，为什么会飘掉？为什么会？你是猫吗？你为什么会发出那种声音啊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好可爱哦，它发出一个可以耶，可以抓。好，然后，丝绸，不要搞错，一定是要用丝绸。OK， 获得了，有吗？在我身上对吧？有，观着生物的琥珀，酷，好，放进来，然后重新的调整一下位置。这样其实还蛮不错，就直接关着好了，永远都不要解开了。OK， 好，那你就出来吧。哪一只是？哦，对，这只。哦，
你可以不用吃的那么夸张，你可以不用拜托助手，你停，你刻的。我记得我根本没在机器里面放大麻，他在嗨什么？他应该被关在玻璃里面很久很久，好不容易终于可以自由，然后吃饭。这就好像你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吃过很好吃的东西的样子，然后这就是对，终于可以吃到的样子，然后还会很呛，吃完就开始呛，真的太可怕了。好的，今天也很顺利的扩大了我的肉食动物园区，然后呢，成功养了两只恐龙，有一只是叛徒，一只是半叛徒。好了，那么就这样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